都说小米十一要炒这台手机打游戏发热特别严重，但是你们知道它打游戏发热到底有多严重吗？大家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来测一下，看一下打一局游戏下来它的后面温度到底能有多高。进入王者荣耀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帧率给它开到极高，然后点击确认，所有的都开到超高，我们打一局游戏看一下它发热量到底怎么样。游戏时间七分钟，我方取得巨大的胜利，看一下温度，36.7 37.7，这个温度说实话不太高，毕竟还不烫手，我们再接下来继续。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表现。说实话，这个温度表现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的，我个人觉得没那么烫手，难道是我玩的时间有一点少吗？啊，这一局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，应该这种玩一天到晚的话确实可能会烫手，但是如果你不是重度游戏爱好者的话，那这台手机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入手的，毕竟现在1000多块钱一个价位就买一台这样的手机，它不仅性能强，而且拍照也特别的优秀，还是非常值得的。